飞碟里全部的这些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个猴年到，祝大家这个猴年呢吉祥如意啊！这个打牌呢，牌桌放炮啊，不，打牌牌桌胡到爆，赚到爆，好不好？新的一年祝大家这个心想事成。那在猴年呢，其实我有很多的规划，那这些规划呢，也都是在于这个表演啊、相声啊这一方面。那未来也会拍几部戏，那这个戏的量呢可能就稍微少一点，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关照，多多的这个帮忙。那在这边呢也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事事顺利。